差不应该一个拥抱，什么过去什么烦恼怎可能不重要，一个不够到哪一位老师，请大家给他掌声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们的 Kivo 老师李岩，李岩老师，我们的吉他手张鹏老师，有没有掌声？等一下，两位帅哥，你们喜欢长沙的什么？可以说一下。我最喜欢是那个，因为我来过很多次，可能来演出嘛。我最喜欢的是凌晨五点半，居然人挤人。这个写词儿了是吗？凌晨五点半，居然人挤人，我们记住了啊。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词儿
放在我们以后的新歌里面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接下来这一位可爱的我们的贝斯老师苏凯雄，苏凯雄不是苏啊，苏凯雄雄哥。然后我最喜欢是我们长沙朋友现场对金池老师的热情，这个是你们深深打动我的。真的，有史以来我们八月份这么多场下来，今天是什么歌大家都能唱，这是长沙能做到的，是吗？是的。我们接下来是来自我们最帅的鼓王，我们的王磊老师。金池老师唱的好不好？好。那可不可以一直支持他？可以。掌声，牛逼！谢谢，因为有这么多支持我的乐手老师们、音乐人老师们，然后还有来自长沙，来自可能不只是长沙，可能是湖南的其他的城市，也有，对不对？有。我从2001年开始录制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，一直到今年，已经过去22年了。痴心不改。对，然后我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，支持我的人，比如说我们的李素平村的村民同学们，然后还有像台上的这几位音乐人、音乐大师们，有很多很多话。我都想，就是我嘴笨，你知道，在家口条也不是特别好，我只能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。所以我们在巡演开始之际，我写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你》，我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这首歌里。这首歌叫《你》，就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我们。这首歌还没有发行，但是我们在巡演的过程当中，很多歌迷朋友跟了几场以后都会唱了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？好。